今年是柏林围墙，总是20周年。1989年对于德国人来讲，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一年，因为它是透过建中的1989年，中国的六四天安门事件、柏林镇阿贝斯奇发生没多久，前东德人民萨摩伊利安内不敢表达对事件的不满。大家发起的各种和平运动，最里面变作送往柏林围墙，促成德国统一的重要力量，为德国的民主写下新的历史。一段画面在医生眼前，前东的边的警察听到民众介入示威，批判的画面。江西的前东德40周年国庆台电行的江总书记何瑞杰则宣布，共产党同志50年，100年就唔会忘。不过诺贝尔斯基则讲的，同埃共产青年既然会忘记的，包括历史上有名的反埃亚传事件。东德人民爱自由爱民主，就像阿里方样的，包括可能都无法输球，各种用和平神态来公益为数企业促进团体，就出现了变作阴影人士批评实施的舞台。和平人权倡议 IFM 就是一样的组织，庄盼人之一的谭普林是东德业，伊当过后还做过边的警察，也拜到波兰考察。团结工人用工人为主的群众运动，并看到为民主，全国各校专注加入反对运动。Wir hatten Osteuropa vor Augen, solidarisch gab es schon auch mit den Niederlagen。今下啲德国联邦威严所属办公室，做事业沃洛克负责整理保存前东德边境警察的文史资料。20年前，沃洛克也是东德公民运动的分支，为了打破共产党对自身的垄断地位，发起了抢空中太后的环保图书馆，学习了体制的人物的天塔加上课，变作敌强的注意对象。还有民众因为见到沙团被炒脱，期盼点蜡烛来纪念。20年前，将凤冈庆祝重建20周年的新论坛，伫创立初期也看到苏荷达。柏林围墙崩塌前2周年成立的新论坛，外面还加编作促成德国第一次年宣布统一的重要民间力量，共同见证了德国民主展开新的一页。下个新闻综合报道。